保水程度是真的很啱而家秋冬的天氣用的，一掹落嚟咧，佢就好順滑咁樣就已經跌咗出嚟。佢個保水功效可以長達72小時咁多嘅，這個是完全不需要加水的，就咁將呢兩個 mix 落去就已經搞掂。一星期用兩次咧，其實你成個皮膚的膚質咧係大大改善嘅，啲毛孔會收細啦，成個皮膚會緊緻啦，包咧其實已經可以用到20至25次咁多嘅，所以我覺得係性價比非常之高嘅，成個效果一搣落去嗰下你就已經見到曬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Echo。 之前董寶粉我見到大家很受歡迎，我現在就拍一個教學片給大家，因為這個我自己 keep 住每個星期用它兩次，我覺得它的保水程度是比平時一般的普通 paper mask 是再強勁，它的保水功效可以長達72小時這麼多，所以這個就是水光機轉天氣的秘密武器。這個很方便，成形還方便過美容院做那些董寶粉，因為這個是完全不需要加水的，就這樣將這兩個 mix 下去就已經搞掂啦，真係傻豬豬都識用嘅。咁用法非常之簡單啦。佢本身呢一隻咧，佢有好多個唔同嘅系列嘅，有呢個抗皺啦、美白啦、凍齡啦、蜂膠啦，同埋呢個海草嘅，唔同顏色就代表唔同功效啦。呢一隻咧就唔需要淨買一隻顏色嘅，你要儲齊曬一套唔同顏色有唔同嘅功效嘅。OK， 好，事不宜遲，教大家點樣用先。首先咧，你見到呢個勁大包啦，勁大包呢一個咧，嗱佢本身好貼心嘅，佢已經有埋咧啲涼巾同埋呢啲詞俾你哋噶啦。勁大殼呢一個咧就係用喺呢一大包度。咁你將佢倒落去啦，將佢成根落曬佢就已經得噶啦。咁佢嘅容量咧落曬之後咧就係50ml，50ml就為之一殼，然之後將佢倒曬落去喺呢一個兜仔度，跟住咧到 step two 咧就係呢一包啦，佢係粉嚟嘅嚇，呢個就係主角精華倒模粉咧。咁咧佢就會有個細匙羹奶粉羹咁樣咧，你就滗一羹奶粉落去，滿滿咁樣就搞掂噶啦。咁然之後將呢一殼精華粉倒埋落去，就將佢兩個混和，快速攪拌，完之後咧，其實成個份量咧就啱啱好咧，就鋪曬成塊面就已經搞掂噶啦。嗱，佢呢個容易控制，其實咧坊間都好多類似呢啲倒模粉嘅，咁但係咧你就要用水嚟控制咧。其實你如果唔識用水嚟控制咧，你好容易咧就會開得太結或者太過水啦，咁成個功效咧就會大打折扣噶啦。但係呢一個非常之貼心，佢呢個韓國品牌咧係直情係幫你做埋一個倒模粉，咁你又唔需要加水，真係手殘女也懂得點用。同埋呢個咧佢冇水喺入邊咧，你個水分就冇容易流失，可以。keep 得耐好多咯，同埋呢一個咧，始終咧佢係軟膜粉啦，佢比面膜紙面層啊冇咁容易風乾，保濕嘅效果咧更加好添啊！搽落去都冇技巧噶，只要係將成塊面鋪滿咗倒模粉就已經得噶啦。你呢個好似我咁咧 ，keep 住一星期用兩次咧，其實你成個皮膚嘅膚質咧係大大改善嘅，啲毛孔會收細啦，成個皮膚會緊緻啦。嗱最好咧，我覺得係下巴呢啲 jawline 位都搽埋，因為佢可以幫你做埋一個提拉緊緻，咁你成塊面咧你就會感覺到皮膚。有彈性啦，同埋係充滿水分啦、膨脹啦、精神啦、容光煥發啦嗰種感覺咯。尤其是而家轉天氣，轉天氣咧更加需要皮膚嘅修護。如果你轉天氣嘅時候，你皮膚修護得唔好咧，皮膚受損咗咧，你要等佢補翻，你先至再可以進補咯。所以保濕一年四季都係好緊要嘅。咁只要你鋪滿曬佢就已經得噶啦。整完出嚟咧個份量都幾多下。如果細面仔嘅朋友咧，你就可以敷厚少少；大面仔嘅朋友其實咧就已經成。成面都好足夠噶啦，咁我自己咧有啲位置我係特別乾燥咧，我自己會鋪滿少少嘅，譬如兩邊面頰呢啲位置啦，轉天氣比較乾燥，我就會鋪滿少少，均勻就得噶啦。咁我而家咧就鋪滿曬成塊面仔啦，咁就大概等20至25分鐘，咁睇下你當時嘅天氣狀態啦。如果冬天可能會快乾啲，或者你開咗冷氣會快乾啲嘅，咁如果你可能開風扇或者當日潮濕啲咧，可能需要等候時間會耐少少嘅，咁你就會見到佢咧凝固咗成個嘅，佢搣出嚟嘅時候咧好容易搣嘅。整間過咗20分鐘之後，再俾大家睇下個效果先。好啦，咁而家就過咗20分鐘啦，咁我而家就拆出嚟俾大家睇一睇成個效果先。因為呢個咧，其實我每個星期都用兩次咧，真係我覺得個保水程度係真係好啱而家秋冬嘅天氣用啊。佢好容易掹嘅啫，同埋佢唔會拉扯到我哋啲皮膚，佢係好似第二層皮咁樣咧。一掹落嚟咧，佢就好順滑咁樣就已經跌咗出嚟噶啦，咁就對我哋皮膚就零負擔。掹咗出嚟啦，你就會發現咧，成塊面啊，仲係好多精華喺度，同埋係摸落去
咧係水當當嘅。咁用完之後啲精華咧，其實你自己就可以做一個按摩吸收，之後咧就可以洗翻乾淨塊面咧，就用翻平時日常護理咧咁就搞掂啦。其實一包咧我自己覺得好抵嘅，因為佢係一個大容量咧個美容院嘅包裝啦。咁佢一包咧其實已經可以用到20至25次咁多嘅，所以我覺得係性價比非常之高嘅。同埋重點就係咩咧？成個效果你可以即時見到嘅，成個膚質啦、提升啦、保水程度啦，係一搣落去嗰下你就已經見到曬㗎啦。如果喜歡我嘅影片，可以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， 開個小鈴鐺，同埋 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IG。下次見，拜拜。